一马贵人生愿常然奔波，银母须见身，身子沉剑影，汗马未见刺，似有丑见害。速记法与三合局第一个字相冲的地支，例如银午戌三合局的第一个字是寅，寅身相冲，身就是一马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戌年，四柱遇到身字，就是命犯一马。二桃花男人酒色淫了女人，淫当柔情。寅午戌见卯，身子辰见酉，亥卯未见子，巳酉丑见午。速记法，三合局第一个字顺推一个地支，例如寅午戌的第一字是寅，顺推一个字是卯，卯就是桃花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午戌年，四柱遇到卯字，就是命犯桃花。三将星全高禄重，寅午戌见午，身子辰见此，亥卯未见卯，巳酉丑见酉。速记法，三合局中第二个字就是将星，例如寅午戌的第二个字是午，午就是将星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戌年，四柱遇到午字，就是命遇将星。四华盖性格孤僻偏文艺术，寅午戌见戌，身子辰见辰，亥卯未见未，巳酉丑见丑。速记法，三合局中第三个字就是华盖，例如寅午戌的第三个字是戌，戌就是华盖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戌年，四柱遇到戌字，就是命遇将星。五羊刃性刚猜忌贪婪刻薄肢体伤残夫妇不宁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干的地旺之位。速记法，例如甲木地旺在卯，卯就是羊刃，实践中唯独甲乙戊丁辛遇到羊刃时尤为厉害。六人长学业优秀，五羊干五阴干，甲见四乙见五，丙见申丁见酉，戊见申己见酉，庚见亥辛见子，壬见寅癸见卯。速记法，五羊干遇到十二宫并地，五阴干遇到十二宫长生之地，就是文昌。命理探员说，文昌者乃食神之灵官长生所在也。查法，以日干为主，四柱见到就是文昌。文昌的准确率必须根据四柱平衡状态而定。七王神行七颗子多谋少成，寅午戌见巳，申子辰见亥，亥卯未见寅，巳酉丑见申。速记法，三合局中间的字向后倒推一字便是王神，例如寅午戌三合局中间一字是午，倒推一个字是巳，巳就是王神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戌年，四柱遇到巳字，就是命犯王神。八孤臣寡宿，孤老清苦骨肉寒凉难寄，孤臣女怕寡宿，寅卯辰年生人见巳叫孤臣，见丑叫寡宿。四五位年生人见申叫孤臣，见辰叫寡宿。申酉戌年生人见亥叫孤臣，见未叫寡宿。亥子丑年生人见寅叫孤臣，见戌叫寡宿。速记法，三会局顺数一字是孤臣，倒推一字是寡宿。例如寅卯辰三会局顺推一字是巳，倒推一字是丑。查法，例如男命寅卯辰年出生，四柱遇到巳就是孤臣。又如女命亥子丑年出生，四柱遇见戌就是寡宿。九阴差阳错，亲人不可婚姻曲折。丙子丁丑戊寅辛卯壬辰癸巳丙午丁未戊申辛酉壬戌癸亥。查法，生于上述十二日，均犯此杀。时魁刚刚必报烈刑夫克子戊戌庚戌庚辰壬辰。查法，生于上述四日，均犯此杀。此杀吉中带凶，君子得之权高威重，小人得之不得善终。十一劫煞祖业当空，灾祸不宁。寅午戌见亥，申子辰见巳，亥卯未见申，巳酉丑见寅。速记法，三合局顺数一字便是劫杀，例如寅午戌局顺数一字是亥，亥就是王神。查法，例如生于寅午戌年，日之遇到亥字，就是命犯劫煞。尤以日之战到劫杀最为效验，是二天罗地网运气阻滞牢狱之灾。火命人日干为丙丁，或日柱乃寅是火，遇到戌海为天罗。水土人日干为人鬼，或日柱乃阴是水，遇到辰死为地网。男怕天罗，女忌地网。
贱命和木命生人不犯此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